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找人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你们松开我，别动我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干什么？媳妇儿，媳妇儿。你醒醒，大清！为了报复上次共军的空袭，胡长官命令我们马上制定出袭击椒江共军的计划。是，卑职明白。组长，组长，我急事汇报。林带，敲门了吗？是。回来吧。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我杀人了。杀人了？你的工作就是杀人，慌什么？啊？杀错了，有我给你担着呢。我问你，黄甫家现在什么情况？组长，我杀的就是黄甫家大少爷。什么？我们跟踪阿春，老崔那个小娘们起了动，起了歪心思了。黄甫家大少爷拿石头把他砸死了。我想为他报仇，我就把他打死了。混蛋！我说没说过，现在黄甫家一个人都不能动。谁都不能动，说没说过？可是王八蛋，那个阿春呢？那个阿春也被你打死了？没有，他被他妹妹接走了。组长，这事儿真不怪我。组长，老崔想替您报仇。我，组长，别他妈提我。组长，是。你看看你，第一天从人家黄甫家回门就出这么大的事儿。你，我跟人家黄甫老爷。